赛中有大小相同十个球，六红四绿，假设每一球被取出的几率相等，现从袋中取三球，并规定取出的三球恰好一个绿色的彩金是十，两个恰好两个绿色的彩金是二十，三个都是绿色的彩金三十，是求彩金的期望值。好，我们先从十个里面要取三个球，那我们来看一个绿色，一个绿色的情况的话是 C41 乘以 C62， 那一个绿色的金额是10元，那两个绿色 C42 乘以 C61， 两个绿色的金额的话是20元，三个绿色，三个绿色 C43 乘以 C60 乘以30元，我把它算出来，分母的话10乘9乘8除以3乘2，好，所以分母先算出来是120，分子的部分40乘以6乘5除以2等于600，再加上 C42 的话，4乘3除以2乘以120等于720，再加上120等于5加6加1等于12，所以期望值是12元。